数甲这一题是一个指对数的问题，所以指对数呢，我们就把它换成以十为敌。所以像这个104，对，104的话，它其实是什么？十的2.0几次方。好，那2015是十的3.3多次方。好，那只是现在这里变成那个分数的话，就导数就变成再加个负号。所以这题它想要去看的就是怎样呢？这个数根号是什么？是十的二分之 x，好，所以要介在这两个之间，好，所以现在像大家都以十为底嘛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看这个分子的部分，次方的部分，所以次方部分大家都乘上个二，就会小于-4.0多，那这边呢就会变成是6.6多，所以在这里面的整数就从-4、-3、0，然后呢到六。所以总共这里有6个，再加上4个，再加上1个，所以总共11个。所以第一题还算难度还算简单哦，不过样子有一点小变化。